这座山叫释亚山，山下这个村叫释亚村，俺在这儿土生土长，从俺几婶儿，俺爹就是个军人，我常跟俺妈到村口送他等他。俺叫贺秀兰，那年才4岁，俺记得特别清楚，那年俺爹突然回来了。打那儿以后，俺爹就再也没有回来。建设他爷说，人死了都会在天上看着家里人。我在风筝上安乡里有集嘞，一路去吧。嗯，来，好。来，哎，春生。哎，白雪。春生。嗯。哪儿呢？哥，春兰回来了。耶，春生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建生。哎，明儿个乡里有集嘞，一路去呗。笑啥呀？听见了吗？再大点儿。哦。广大的村民请注意，广大的村民请注意。说。今天通过农科站的那个小娃对咱村的技术培训，咱村取得了小麦大丰收啊，眼下呢正是大厂的各生产队一定要。建
蛇，你走什么了？洗衣裳来。那衣裳，衣裳没洗好的呀。哎呀，这不脏了。你说你这败家子儿啊，你是净么人的？你是净么人的你？哎，建生，晚饭好了，回来喝汤啊。咋你洗衣裳？你来了？在家给主办事儿了。白吉来滑雪呀，娘，你先睡吧啊。咋啦？春生，今儿个在地里干农活，晕倒了，大夫说。缺乏营养。哎，俺家有条鲤鱼，咱给他送去吧。大夫说得吃点糖。吃点糖。哎，你干啥来呀？是不是在偷鸡刀疤？不是，那咱里面装的啥？那谁家做亲戚还能空着手啊？阿姨，鸡蛋换冰糖，俺家有病人。你看，你看你这妮儿。来看看都中了，还点啥东西了？多亏外姐弄了冰糖。婶子，别客气，俺俩又不是外人。啊，那谢谢你了啊。啊，恁说话，我忙去了啊。你忙吧，婶儿。娘，走。咋样？好点了吧？好多了。来来来，快坐坐。哎呀，别吃了，别吃了！你看你胖的还吃，这是跟恁哥补身子用的。娘，白菊弄的这个冰糖怪好啊。白菊弄的冰糖，你当我不知道了？那白菊在村里头早晨都跟那晃荡嘞，是人家秀兰有心。秀兰，
是啊，要是恁哥真能跟秀兰呢，那我也就放心了。去，跟恁哥打俩鸡蛋，我去给恁哥做两碗汤水喝喝。明天到村里摸两条鱼回来啊，啊，给那俩妮儿送去。啊，咱得回礼，不能白吃人家的。春兰，我说话你没有听见？死孩子！啊！老乡们都来了，看一看，看一看了，竹筐竹篮换钱来，竹筐竹篮换钱来，竹看看一看了啊，竹篮竹篮换钱了，老乡们看一看，看一看，竹篮竹篮换钱了，换钱了啊！多少钱？爹，你这个咋买的？5毛。行，5毛一口价，家里有多少？我要多少啊？5毛钱，5毛钱啊！家里有多少要多少，赶快回家取水啊！5毛钱，5毛钱，你尝尝我这个。你这个也是5毛。不行不行，有年龄的。给。我给你。哎，小兰。快来，过来。咋啦？哎。一说那城里人咋带个盲人精啊，多难看。那叫河马精。哎，你说这好好一个人头上顶个大河马，奇怪吧？你这个人真能胡言八扯，那叫时髦，人家是城里人。嗯，城里人有啥了不起了？不就是个做小买卖了吗？哎，我听说那城里的女儿们日子过得那才叫美嘞，人家的鞋底儿啊，想纳就纳几针，不想纳那就不纳了。胡说，城里人就不纳鞋底子。
师傅，又给你纳了俩，你看看。托人给你买了双凉鞋，你穿上肯定好看啊。这是给我俩啊？给你的，拿着吧。那谢谢了啊。咦，客气啥呀？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好，那你满送啊。哎。再见。你看这个传声。耶，人家都料貌比又不美。败局。哎，身子。慧姐。哎，娘。娘。咋了？败局。我先走了。哪个年纪的俺们，别说啥叫爱情了，就连说说喜欢谁，都会脸红上好几天。唉，那天我要是不跟白菊议论和马景的事儿呢，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事儿发生了。是干啥的吗？咋啦？哎，哎，你是干啥呀？小兰，哎，白菊。快过来！哎呀，热死人了！哎呀，来喝点水吧。啊！哎呀，哎，咋啦？咦，你注意点儿！怕啥呀？哎，来，看看，看看咋样？看，咋样？好看不？光着火。好看，哎，建设啊，摸过你没有？说啥呀？死妮子，你神经病啊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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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说了。麦菊，嗯，你跟春生就这么算了？一个人。他连喜欢你的胆量都没有，那你跟他弄啥呢？再说，歪脖树多的是。秀兰，哎，来啦！哎呀，你咋了？来了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你烦死人了！真是，
累了累了。弄啥嘞？累了累了。走了，帮个忙，搁那儿吧。快去忙吧。面好了，捞出来赶紧吃吧。嗯。倍儿管心了，建设送了。我去吃饭了。嗯。哎，娘，你不准看。不看。青年村民请注意，前几天上级领导发来了今年征兵的通知，凡是今年18岁到20岁的青年，只要是热爱祖国、身体健康，都可以报名参军。保卫祖国非常重要啊！这一人参军，全家光荣。全家，咱们全村全都有面子。所以说嘞，大队党支部号召所有的适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，为咱大队争光，为村里争光，为咱父母争光。同志，这的确粮咋这么贵啊？那还用说，这是从广州进的货。你看这布的颜色多鲜艳啊！你相中哪一块了？要这一块吧。好，你准备吃几尺啊？6尺。你爹每次回来都穿这身陆军装，可精神了。
可后来，只有这身衣裳回来了。娘，多少年了，这些衣裳都压在箱子里，不敢看，也不敢翻。俺总记得你爹在村口朝人招手的样子，俺总觉得他没走，就在那儿等着俺的。娘，你后不后悔送走俺爹？俺这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嫁给你爹。俺这人定一件事，你爹要做啥，那都是对的。妮儿，娘知道建设去当兵，多半都是为了你。娘，小兰，小兰，这个睡户是俺爹留下了，可是他，你得回来。我明白，秀兰。邓卓，建设当兵走了，我知道那是他从小的愿望。他说等他复员回来俺俩就结婚，他还说
现在城里都行48条腿了。他说等俺们结婚也要加上48条腿，风风光光，把我娶过门。俺就知道你在这等信嘞，哟，给。俺每次送信都是这个点儿，你要是不好意思到大队部去拿，以后就在这儿等。中，谢谢大哥。不客气，走了啊。哎，秀兰，你好，俺很想你。俺们已经结束了新兵的训练，踏上了南下的列车。去执行任务，时间长短还不知道，可能不能常给你写信了。新兵训练结束后，俺跟春来分到了一个班。今天咱们讲了棉花的生长特性，讲了湿度、温度和栽培技术。但是在实际生产运用当中，我们还要注意两点。哪两点呢？日照和施肥技术。好。今天我们就讲这些，下次我们讲病虫害的防治。下课。站长，你好。哎，小兰。哎，我找你有点事儿啊。那个，哎，汪老师。哎，不是，下课了。下课了。哎，你们聊。小兰，我走了。哎，好好，慢走啊。那个谁？他最近咋样了？最近他老是进城送货，我也可长时间没见他了。哦。爹，娘，回来了啊！吃饭吧。哎。白菊，嗯，婶子，叔，正吃着嘞。哎，快啊，我先进屋。到这。在呀，秀兰，俺正要去找你嘞。我也正要找你嘞，要我看见春生了。我，咋了？咋了？哎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别。秀兰，
咋回事啊？他爹！啊，他爹！哎，爹爹爹爹，爹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！他爹！这是爷爷，爹，你，爹，从今以后，败家蒙你这个人啊，你给我滚，你给我滚，爹，我错了，爹。带着你的野种给我滚！哎呦，他爹！我伤风败俗！败局！伤风败俗！呀，败局！你走吧你！秀兰，你说我可该咋办呢？败局被他爹这么一闹，再也没脸在村里待下去了。我咋劝说都没用，败局还是走了。大哥，过来了，有没有安的信？有，给。秀兰，现在只有你能帮俺了。人说一个人的性格，就是一个人的命运。败局赌气离开了村子，那个采购员听说她怀孕了，就再也没影了。败局没脸再回村子。他拖着身子帮人干活，发誓要把孩子生下来，再去找那个忘恩负义的人算账。可是他咋也没想到，自己竟然会难产。看着他，我心里难过，可又不知道该咋办。孩子，孩子。你看，她漂亮的很，是个女孩。照顾好他，我会把他养大，你放心吧。啊，小兰，白君。
监舍知道了败局的事儿，他会心说：“俺做了对。”他说：“环儿这命子也好听，环儿以后就是俺俩的亲闺女，等他回来会跟俺一起把环儿养大。”等监舍的日子。几天米又叫人担心，他向我保证打完仗马上回来看我，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他说。恁以后别在这儿等了，如果有你的信我直接给你送到家里头。金矮，大叔，你们养了一个好儿子，人民是不会忘了你们的。金无双，金无双，慢点。
咋又看了？快睡吧，娘。娘，我心里老是不踏实。你爹每次离开家，俺也是整夜睡不着。看看吉呀、雅呀，再看看你，总是等到天亮，困得不行了，才合眼。记得那时候的心，比现在慢得多。记得有一次，还把心给送漏了。娘，昨天县里有人去了二柱家，我担心建设会不会也……哎呦，别瞎说，说不定明儿这信啊就来了。总是担心，秀兰，秀兰，我正找你了。明天的生猪养殖课你别忘去听啊。哟，我真还给忘了，我肯定去。那好，我走了啊。啊！春兰往家写信了。春兰，这小子从来没有往家写过信，俺妈还正记住了。我觉着，是不是他们要回来了，所以才没来信啊？对呀，他们要是回来了，还写信干啥？对呀。哎呀，你看我，我看我想哪儿去了。军车，兵部长，哎，到了，到了，哎，到如今，哎，哎呀，乖乖，这就是刘建老支书，啊，刘建老支书，来来来来，支书，哦，这是俺村主任，这是县任务部的徐部长，部长你好，你好啊。
干了，歇会儿吧。不累。眼看着人还要下雨，这些活都得干完了。娘，他会回来，他答应过来
要和俺一起把花养大，他肯定会回来。娘，花儿了，他吃了没有？就拜关他了，睡会儿啊，睡会儿。我半天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了，他了。你都这样了，哪顾得上他呀？他终究是败家人。哎，不对，娘，花儿了，花儿去哪儿了？娘，是不是出啥事儿了？我，你快说，你说呀，到底咋回事？花儿了，花儿了。这孩儿能吃住了，可结实。这跟着恁也算有个来头。只要恁对他好，俺保证不去看他，绝不给恁添麻烦。不是俺这当爷爷奶奶的狠心，我实在是要活不起了，孩子。秀兰，这事你不管了，中不中？花儿，是俺给监视的闺女，我看你没事。刚才动他一下，记着让他回来，是不是？啊！就别忙活了啊！我不累，哎。哎呀，咋着？我也是个废人了啊！咱不花钱，这太浪费了。不花。哎，你得按时吃药，肯定会好。听话啊！哎，听话。看看，来给你了。这啥呀？这是什么呀？收音机。哎呦，你看娘啊，哪，怎么为我又浪费钱呢？啥呀？你这些娃子。奶奶，你不是爱听那个曲剧吗？想听的时候啊，一拧都中了。哎，奶奶，我看大屋子灯不明了，我去给你修修。修啊！哎，修吧。哎。
怎么来也不错呀。兰子，你呀，别怪那朵花啊。建设，你呀，都这个岁数，身边还带着个妮子，有个好人儿就嫁了吧。哦，奶，俺没有别的心思，俺只想等建设回来，俺要等他回来。春来这小伙子也不错呀。奶，以后不再提这事儿了。要是他再敢跟你提，我找他算账去。哎，不是，不是他提的啊，是俺想的，不是他，不是他。建设奶胆结石病又犯了，大夫说这次再不做手术就治不成了。做手术需要一大笔钱，不管再难，俺也会想办法凑够这些钱。俺没跟建设说太多，只是告诉他俺会照顾好老人，叫他放心，盼他早一点回来。这间老人家保养的不错，可以做手术了。俺给你安排住院，等会儿家属过来签个字。俺不住院啊，俺也不手术。奶，奶，不住。奶，不住。奶，你还是做手术吧。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，往后你享福的日子还长着了，啊！哎呀，就是啊，往后的日子越来越好了，俺就不能让你陪着俺走下去。娘让奶奶做手术也中，你得找个好人嫁了。你想春来呀，她都等你好多年了。小兰，哎，先生，我从城里啊给你带来这玫瑰花种子。哎呀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教你咋种这玫瑰花的，你好好学习学习。好好好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我就是等这些东西，谢谢你啊。那个，我还有个事儿。嗯。你看，你看，春来对你，你看能不能？你别说了，这事肯定不行。我还要等建设。那中，你先忙着啊，我走了。啊，好。周庄的小王在家可好了，老是能干，还孝顺老人，以后也会孝顺你的，也会对秀兰好的。秀兰，哎，小王，哎，秀兰，咋走了？陈大叔，陈大叔，给我讲个大长的故事吧。大长的故事中，我想想。可华，来，出来跟姥姥学做饭。叫你妈妈和春来叔说会儿话，啊！是，走。喝水。
今儿我来找你，是想跟你说个事儿。你说。啊，奶都跟俺说了。我知道，你要等建设。可是咱奶手术不能不做呀，要不咱俩定亲吧？春来，你假定亲？等咱奶手术做完了，身体也好了，咱就把真相告诉他。俺也想让奶多享几年福。说实话，俺跟你一样，忘不了建设。只要一想起他，脑子里都是咱小时候那些事儿。春来，中，我答应你。这儿，哎，好了。奶奶相助，我是改变了主意，终于同意做手术了。我心里很感激春来，可我不知道该咋来还春来他的这份人情。秀兰，从小到大，俺哪儿都比不上建设，可俺还是盼着有一天你能多看俺一眼。虽然这次是假定亲，可俺心里头还是很高兴，因为俺总想着有那么一天能跟你在一起，哪怕是只有短短的一会儿呢。哪怕是假的都好，你答应了俺，俺很高兴，但高兴完了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。看着你天天为建设操心瞪他，俺真希望失踪的人是俺，有这么一个人牵挂，俺就是死了也治了。俺走了，俺去替你找建设。建设是俺的好兄弟，俺也相信他一定能回来。我知道我对不住春来的这份情，可我不能丢下建设，他肯定能回来。
先，我们来关注大病保险。本月起，吉林省新农合大病保险正式开始报销，江苏、安徽启动新农合大病保险试点。记者获悉，自去年八月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指导意见颁布以来，超过23个省份的实施办法落地，青海、山东等省份已经实现了全省运行，大病患者的报销比例。环儿，你们那个啥试戏，你还细管吧？嗯，细管。我试戏的那个公司可好，在那儿能学到不少东西。这年轻人还是多学点好啊。荷花啊，这将来村子里的孩子们有没有出息，可就靠你了啊。妈，你啥意思？啥意思？你去上大学的时候不是跟妈保证过吗？将来大学毕业回来教咱村里的孩子们。咋都忘了？妈，那都是说着玩的，你咋还当真了？眼下我待的工资这么好，得好好干，这样毕业后我才能留在省城。这是哪个事儿？咋能是说着玩了？妈，你生啥气嘛？秀兰，有话好好说。就是，来，多吃点菜啊！来，多吃点。荷花啊，吃吧。咱做人可不能忘本呐。现在日子是好过了，可是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，家里就剩下老人跟孩子了。咱乡里的小学教师们也都快退休了，那孩子们总得有人教吧？你说是不是？那也不能牺牲我吧？牺牲？你懂得啥叫牺牲？你就是这村人呆大了，咋了？叫你给村里做点事儿，还娶你了？可做事儿就非得回村当老师？妈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留在村里。等待生辰安顿好了，我把你也接过去。我不去，我哪儿也不去。我这辈子就是本本分分的农民。秀兰，你别气，荷花也是为你好。现在村里啊是啥都有了，但是还是不如城里方便热闹。就是，俺不图热闹也不图方便，俺就想留在这儿等着他爹回来。妈，俺爹早都死了。你说啥了你？秀兰，你没事吧？秀兰，对不起，妈，我听春生叔说，这些年春来叔一直帮忙让人在那边找俺爹。妈，春来叔对你真的很好。我知道，其实我都知道，可我总是记得你爹临走时朝我挥手那个样子，我永远也忘不了。
这小兰没事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春兰啊，你这都多少年没回来了？既然回来了，就多住几天。其实我想搬回来。年轻人是急着往外走，你倒是想搬回来。图卡拉命，这外面再好啊，也不如家。嗯，这倒是。现在嘞，咱村啊，比以前强多了。闪闪，闪闪。哟，谢谢嫂子。嗯。哎，那你现在啊，又不缺钱。嗯。回来就把空着手。村里要给孩子们啊，建一个篮球场。这钱，你出？中啊。哥，这篮球场不是事儿。你知道那个南水北调工程吧？刚好经过咱们这儿，我想就这个事儿啊，给咱村子里边谋划谋划，让乡亲们过得再好一些。嗯，哟，嫂子，够了够了，多吃点。别骂了，别骂了。嗯，好啊，春兰。咱这儿好东西那是多了是，就是没人开发呀。哥，这人呀，总是要往高处走。只要咱村子富裕了，我想外面那些人啊，早晚会回来。嗯，对。哥，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说。我想跟乡里的军烈叔啊办个养老院。嗯。春兰啊，好事儿。来，哥敬你一个。来，哥，来，嗯，好。
幽刃说，刃撕了就会化成行星，在田上一直看住家里人，收住家里人。我相信窝了亲人们也一直在田上看着俺，等着俺。有一天俺也会化成行星，去跟他们见面。我让情